quick announcement today that memorabilia from today's match is now on sale in the stadium. 一边唱住歌，一边等开波。呢一个球场系呢区最大规模嘅球场之一。场波开始啦，波一脚啊，攻埋去。一个人犯错系难免嘅。唉，正所谓唔射唔知运气好啊嘛，咁远射下，睇下今日好冇运先。差咗少少力量啫。沙拿，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，有机会突破。喂 ，Keyman， 你觉得今场波咧，边个球员系最重要啊？帕迪喺新世代西班牙球员之中咧，备受注目，都可以话系理所当然噶啦。因为喺各方面咧，佢都有球星风范嘅，无论系喺控球啊、应变啊、敏捷啊、判断防线企位等等等等啦。当佢喺状态好好嘅时候咧，可以话系冇人挡得住啊！呢个球员嘅表现咧，系可以左右到成场波嘅胜负嘅。沙拿攞到波啦，一啲都唔简单啊！呢啲嘢真系少见啦。守门员单锤打出，个波飞咗出嚟，边个会追到先？中村俊辅，走位一流啊！久保建英踢个地波入嚟。整个反击都唔错的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是世界波啦。睇实边个喺前边啊？做乜咁大嘥啊？后生仔，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控制得好啊，试下带埋去，不过唔掂。巴斯东尼相当之稳健啊，咁啊两边都唔执输。加维出脚啦，向串阵师掂唔掂咧？基安劳基当拿龙马呢球波救得靓啊！整多脚入球出现啦！我就真系同情个龙门啊，佢俾后卫挡住咗个视线，见到个波都太迟啦。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话场边未入场嗰啲球员咧，就好似冇咩反应啫。不过断估佢哋都应该几 happy 嘅。呢一下争少少就有波入啦，我觉得本身嘅构思咧系唔错嘅，穿埋过去，唔俾佢过，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，好抢咗个波啦，咁都俾你估到啊，今次得唔得啊？够得靓，冇得弹啊，三浦之良谂住有机会啦，啊龙门啊阻住晒。有个反击机会啊！哇，眨下眼就唔同晒嘅，呢下救命啦！好嘢啊，食晒个位，佐藤秀人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，起到脚啦，得手啦，入波好似食生菜咁，又入啊！呢一个距离点会射失啊？嗱，快人一步咪理想达到啦，好似佢咁，咁啊攞到个波啦。佢哋攻入今场比赛嘅第二球，而家就好机会可以乘胜追击啦。咦，解除危机啦！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，
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山啊！维拉个波而家喺沙拿度突破咗啦，就快完半场咯噃。边一队比较开心呢？相信都唔使我讲啦啩。嗱，呢个进攻啊走位靓，后防球员咧亦都守得好啊。受惠嘅咧就系观众啦，有好波睇。系咪真系对手条防线好难突破啦？个波带咁耐，带到咧都唔知想点。呢个波点追啊？传翻去转头，截走个波啦。塔迪，佢有机会发起反攻啦。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。基利安麦巴比埋门嗰下啦。他为了球队真的非常之落力啊！冇嘢，就是快你一步啫嘛。上半场的时间差不多噶咯，嗱林啦，向前大脚解围，帕迪。有保健英，上半场完的鸡声响起，你认为上半场的情况点呢？连续失了两球，对手的情况其实都挺危险的，如果失多球恐怕都不用踢了。入球一个接一个，两队暂时相差两球。And we come to you now with a quick request for support for our World Charity Fund.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. Number 10. 好，再次开波。Number 15. Coming on the field. 传啲波就唔系好顺啦。Number 7. Number 77. 有机会反击啦。过到啦，过到啦。基利安麦巴比，好波。走井横竖，大脚解围。那个预知能力真的好啊，比波的路线又明显得滞的，是突破的好机会来的。向前阵势，做乜咁大嘥啊？后生仔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由基利安麦巴比起脚射埋去，大脚解咗围啊！云迪即刻，帕迪。沙拿攞到波咯，向前，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俾人睇穿咗咯！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截得好，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喂，把握机会啊！哎，龙门好嘢啊！佐藤受人逼到龙门，真系要使出真功夫啊！今日第二个角球，对手有两个角球，顶埋去。呢个波真系吓顶得麻麻地喎。维拉好够警觉性啊！中田英寿反击啦，好重要的拦截啊！维拉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帕迪吉田有机会解围。加维，咦，不错啊！向右翼传出，
佐藤秀人射啦，他们的防守是真的没得谈啊！中村宪刚，substitution， 截咗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唉，真系嘥咗个波。美斯有机会反击啦，好重要嘅一个拦截啊！嗱，呢位球员嘅斗志系够噶啦吓，不过可惜啊，冇乜点睇啊，旁边啦，咁多人喺前面顶住，点可以冲得过噶？呢个波点追啊？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个波而家喺沙拿度，阅读球赛能力好啊吓，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咁都俾你估到啊！奇云迪布尼，啊，睇唔睇到有队友咧吓？好嘢啊！啱先话失咗个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。佐藤秀人，结果就系冇结果啦。有机会突破呢个波，结果冇用。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奇云迪布尼、维拉、阿根廷呢几脚啊，传得唔错噃，尝试紧传入去噃。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呢下救命啦！好嘢啊，食晒个位。中田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。个预知能力真系好啊，咁都俾你估到啊！企啱位，截得好好啊。Two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。谢拉特再传，个波而家喺奇云迪布尼脚下，球证吹咗鸡，系罚球嚟噶，怕且都系警告一下啫，系啦，冇错啦。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, number 19。嗱，有机会改变比赛嘅形势啦，美斯救得好啊，呢球波好难救噶。你个波射几大力都冇用啦，完场啦。系啊，咁佢哋而家咧就庆祝紧赢波啦吓，成场波表现都好专业啊，赢波可以话实至名归。佐藤秀人理所当然就系今场嘅最佳球员啦。嗯 ，Kimman， 头先场波咧你点睇啊？你睇佢哋嘅节奏系点样咧？佢哋咧冇波在脚嘅时候咧唔急嘅，但一攞到个波咧就即刻啊将个波控制得好好，好快咧已经可以摆到去对手嘅心脏地带啦，唔够默契都做唔到啊！好，时间差唔多啦噃，多谢阿 Kimman， 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啊！No sabe do jogar